天眼金刚甲反充电手柄使用学习，将金刚甲与充电手柄的皮轨相连，其中我们的手柄和金刚瓶都可以进行独立的充电。后方按键短按一下是红外激光，长按3秒可以为我们的金刚瓶或手机开启反充电。上方及一侧的皮轨可以进行多种改装，这里我们在上方加入我们的天眼测距网模块，需要通过电源线与手柄相连，手柄前方的电源按钮短按电量显示，长按可以为我们的天眼测距网开启充电。侧方常用安装为绿激光模块或者手电，这里安装上我们的绿激光模块，确认天眼测距网处于供电状态，打开天眼叉 APP 设置界面，找到天眼测距网蓝牙连接，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天眼测距网的蓝牙模块，点击连接，可以选择连续测距时长。注意，如果长时间开启，功耗会比较大。回到主界面，将中心对准测距物体，右上角就会显示准确的距离。点击右下角的图标，是开启测距网的激光，可以对我们的距离进行进一步的校正。点击金刚瓶上方按钮，可以进行开机或关机，长按可以选择关机或重新启动。